来。哎，四哥，这是很可怕的虫哎。它是很好的料理，人间美味。哎，好吃吧？它是那个虾味鲜吗？没有，这是我们小时候的零嘴。这边怎么到处都是宝，随地都可得可以吃的东西？是啊，可能它就是一个开车的。他可能是一个学过小提琴会弹钢琴，希望可以这样为城乡落差带来一个不同的平衡方式，用文化力量，不是用经济力量。